画面上的书法作品，观众朋友敢有看出什么款卡面所在？主题是美帝人的作品，静静看是书法，而且字体一字一字甲拓起哩。但是狠狠看到变成了一个女性的头像。另外一边的笑口常开，而且作品字体上的艺术，狠狠看到真正是一个人笑嗨嗨的模样。这个趣味够有卡数的书法作品，是国外馆老师应邀到南区国税局举办创作展的作品。经过安尼改变化，好咱的。文汉文字会搁较活泼，搁较美化，吼。真侪书法家专精的字体了，会家己开始发挥创意来变化。各国馆老师将字体甲图案来做着融合，和书法作品又搁亲像画，又搁亲像字，和欣赏人感觉讲相当神奇。月五日进龙中吼，五月五日进，我甲写来遮。啊，这你得爱靠你的头壳去变化。龙中这里是龙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我就把它连在桌上，龙中一体成型啊、哦。啊，这个镜就像两个人。这回精选展出作品，经过老师详细解说，字体代表的图案甲艺术，让伊来铺陈。若是讲你对着国画馆老师的作品有兴趣，会当到南区国税局的高楼去看卖。南面新闻台以下，台南采访报道。